还在台子上的，就会得到一个耐震奖啊，每位同学都会得到，就会有一张那个奖状。排名的最后一次测试，八百 gear 非常非常的大了哈。
次是不列入评比的，但是让你可以看一下说你会设计到多刚好。哦，这个是厉害的哈。
的。蛮好的地方。